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 首先呢，要祝大家2018年新年快乐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在去年全球一些主要市场股市的表现。澳洲股市呢，在去年2017年全年是上涨了 7.05%， 这也达到了过去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呢，目前澳洲国家的指数呢，依然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呢，还是没有超过当时的最高点啊。这也是西方国家中呢，唯一一个还没有重新回到金融危机之前高点的国家。中国股市在2017年同样表现不俗，上证指数上涨呢大约是 6.6%， 深圳方面同样也处于也有所上涨，但是远没有上证来的多。另外创业板呢则下跌超过了 10%， 那可谓是冰火两重天。那么在欧美股市中呢，欧洲和美国同样表现非常不错，比如说德国全年上涨超过 12.5%， 法国 9.3%， 英国 7.6%，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各自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呢，道琼斯指数达到了惊人的 25% 的年度涨幅，这个标普是 19%， 而纳斯达克则有 28%。在其他方面呢，黄金在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1%，使得最终金价呢是回到了$1300以上，创下2010年以来的单年最大涨幅。另外在比特币方面呢，全年比特币目前在去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呢是在13500美金附近，那么这样一来，过去两周比特币的价格基本是稳定在14000至15000左右。其他方面呢，油价继续上涨，并且首次突破$60大关，那么这也是2015年油价下跌以来到目前第一次冲上$60之上。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是由昨天这个《上证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想到的一些小感想啊。那么在今天早上打开主要国内的财经网站的时候呢，各大媒体都转发了一篇由昨天上海证券报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呢就是新年献词是信仰新时代做多新时代这么一则新闻。文中的作者呢用大量鼓励和这个比较激昂的语言呢重点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做空 A 股，要做多。那么其中比如说他说到呢，他要携手走进新时代做多短期会赚钱，长期是自古以来呢这个长期做空的没有一个能够增加财政收入等等，还有一系列的词语都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呢各位投资圈里面或者投资的人经常会放下或者很多时候呢，中小散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长期盈利，他只想捞快钱就是捞一把就走并不会顾及呢其他这个。各种的菜，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如果当初并不是以投机赚快钱为目的的话，那么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套牢明明一些优质股你不去买，你偏要去追涨 ST， 偏要去追涨一些看似呢这个有题材的但实际并无业绩的那些空头支票，那么到头来你会跑得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或者说是小编很大程度上来说，虽然是鼓励着大家要做多是或者说是要看涨 A 股，但是我觉得他过于主观
或者说呢，其中的词汇过于煽动性。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系统性的金融市场，有做多就必须有做空，任何的价格也好，走势也好，都是多空双方博弈的结果。你如果只是单方面的通过扼杀、通过行政手段来阻止做空啊，梦想着或者希望只是靠一方面做多能够使这个市场呢永远向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同样的例子啊，美国华尔街看似波涛汹涌啊，时刻有着做空的力量啊，索罗斯、量子基金、老虎基金，这个那个，随时在找着有机会呢来空你一把。但目前至少从过去100多年的走势来看，美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目前是全球最牢固强大，他们并没有因为有这个做空市场而走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做空的确在短时间是引发了很多次的危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呢，这个做空就像是监督的媒体一样，它能够曝光问题，它能够引发矛盾，但是最终它是帮助这个系统在进化。所以我觉得呢，即便是整一个市场是稳步向前，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这个做空机制。它不仅仅呢是一个简单的啊市场的一个规范制度，更多的呢它能够帮助实现价格更加透明啊，或者说价格更加稳定。任何市场一定要有买方和卖方，你不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啊来干预呢，来控制这个市场的单边。2015年的股灾，包括2016年初的熔断，几次都证明了，即便是没有做空机制，或者说几乎没有做空机制的情况之下，如果市场信心不在，照样还是会下跌。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在2018年我本人是看涨中国 A50， 但是我依然是坚持任何一个完善的市场是需要有做多和做空双方的机制，才能够实现价格的最终平衡。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个产品方面，今天要说的是英镑对日元。这幅图呢是英镑对日元的周线级别走势图，最左边是2015年3月，最右边是2018年1月2日。我们可以看出，自从2015年大约12月英镑开始快速下跌以来，到目前为止，几乎来说，镑日都处在一个下压阶段。但是，这个趋势从最近开始，似乎好像仿佛已经开始出现逆转。虽说现在还是被压在了这个关键线以下，但是呢，距离关键线应该说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这个价格实现突破，并且实现有效突破，那我们对长期的镑日就应该持有一个看涨的态度。所以说，对于2018年至少是上半年来说，我本人跟大家说，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英镑对日元走势，一旦冲破阻力之后，可以分批考虑加仓。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产品。最后，晚上时间我们需要在澳洲时间8:30关注英国制造业的 PMI 指数。感谢大家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